OK， 这边哦，开门啊嘛，鸡蛋糕哦，关门，关门，不好意思啊，打扰了。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郎哥，欢迎回到来观看我继续挑战最恐怖的游戏《逃生》的第四集。那么废话不多说，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吧。在上一集呢，我刚刚从这一个非常恶心的尸体拿到了钥匙。OK， 我拿到了一个三楼的钥匙的。现在应该是要去其他地方了，非常的恐怖。我还记得我在上一集我被追到半死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啦，上一集应该是我被追到最严重的一集了，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第三集的话，记得先去看一下哦。哎呀，来了，哎，不要打我，不要打我，等一下，所以我应该是要跑这边跳过去啊。 OK， 什么声音？我要在这一楼找到用钥匙的地方才对的，不是用在这里吗？妈妈的，这不是三楼吗？这里啊， OK， 我们可以前往新的地区了。哦，又是断掉了，我跳，喂，跳不到了，不是吧？再来多一次，应该不可能跳不到的。还是有哪一个地方可以爬吗？没有啊，一定是可以跳的。嘿，啊，我跳过来了。这边写着跟随血迹，不是吧 ？OK， 拿到电池了，非常的开心，谢谢。我要跟这个血迹啊！妈妈的，我跟你讲啊，这个游戏害我的。没有了呀，血迹。哦，还有 ，Oh no， 哦，下面又有一个精神病人，非常的好。嗨，你好啊，先生，我在你的头上撒个尿给你，可以吗？跳，哎呀，漂亮，我过来了，请问有人在吗？哇！我掉下来了，妈妈的，然后有鬼，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OK， 我爬这边。 OK， 哎呀，我又跳下来了，哎呀，快点上去啦，等一下我要爬哪里？这边啊，哦，哎，刚刚那个鬼魂哦，他在给我带路哎，这有点诡异啊，说不定那个鬼魂是想要帮我的，又或者是我想多了。哎，有人在吗？我讨厌厕所。哎，有东西，不讨厌了。我进过太多的厕所都没有任何东西的，不过这一次倒是找到一个电池了，还算不错啦。 OK， 电池越多越好，让我放个电池来。要走这边是吗？哎，有人在吗？肯定有人在，有声音，有声音，可是我没有看到东西。哦，有什么在？妈妈的，这里又是厕所对吧？锁住的厕所，有点诡异。我听到声音 ，Oh my god， 又是那个鬼魂啊！你是想要帮我还是害我的呢？搞不懂啊我。Hello，Oh my god， 这地方有点太血腥了吧？小孩子看了会做噩梦啊！这个什么声音？我一直听到声音，可是什么都没看见，这也不是一个好消息。这个门不能开。OK， 这边哦，开门啊嘛，鸡蛋糕哦，关门，关门，
不好意思啊，打扰了，我走了。关门，你这个关门。Oh my god, oh my god, 走这边。没有时间让我想了。哎，你好先生，我不打扰你了，我要走了。糟糕了，糟糕了，他们应该在找我的。那个双胞胎很危险，他可以秒杀我的，他跟其他敌人不一样。OK, 我还记得在第二集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是可以一刀捅死我的。OK, 一般的敌人呢，他们是拿棍子的，拿棍子敲我，我是不会马上死的。那样的话还好，可是这个双胞胎不一样，直接捅死我。所以，哎呀，我又掉下来了。妈妈的，太黑了！哎呦，这个地方真的是啊！糟糕，糟糕，糟糕！那个双胞胎应该在找我的。我觉得这个……哎呦，我又掉下来了！哎呦，我看不到路啊！哎呦，我想省一点电池都不行啊，真的是啊！哎呦，看不到路啊，太黑了，不能省电池啊，真的不能啊。OK, 这边我掉了两次下去了，真的够了。危险，现在很危险，又没有电池了，妈妈的。危险，这个音乐你就已经知道了，那个双胞胎在找我，超怕的我。我不想被秒杀，你们知道吗？他在这前面吗？糟糕，他好像是在这边的。哦，他在那边。OK, 他没有看见我。很好啊，他们两兄弟都没有看见我。偷偷的进去。危险，毫无疑问啦，这个双胞胎是目前最危险的敌人，所有的敌人都没有办法秒杀我的，除了他们两个以外。OK, 这边的路也是烂了，要小心。我跳过去 ，OK, 跳是跳过来了。什么声音？妈的，神父你在跑啊！我找这个神父的找了两集了，他妈的他一直跑。来到这里应该安全了吧，那个双胞胎来不到了。哇，这边我不想掉下去哦，讲真的。来，一二三，不要掉下去，不要掉下去，不要掉下去。哦，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我最重要的东西掉了，完蛋了，完蛋了。你需要你的摄影机，我知道啊。Oh my god, 看来我只能下去了。OK,来吧，非常的糟糕啊，这个状况原本都已经够糟糕的啦，还能更糟糕的哦，掉了下去下面哦，哎呦我的妈啊，我要怎样下去哦？等一下啊，我看一下这一道门，不能开的 ,OK, 这样的话我能想到的就是从刚刚那一边掉下去。 OK, 我应该是要从这一边跳下去，什么都不怕，就是怕那个双胞胎罢了。现在真的他们连裤子都不穿了，妈的死变态。 Oh my god, 又是谁啊？你不是双胞胎来的，刚刚那个跑过的是什么？哦，
不要来搞我，我就知道的了，妈妈的，我就知道的了，妈妈的。我在找我的摄影机啊，哇，这边又有几个精神病人啊。你们好啊，喂，有看到我的？哇，你好恐怖哦，妈的，你的脸 ，Oh my god， 我的摄影机掉在这里吗？好黑啊，妈妈的，哟，好勉强啊，这个要看见，应该是在这边。Hello， 哇，老诶。我什么都看不到。哦，那个是我的摄影机了。给我，给我啊 ！Oh my god， 拿到了 ！Oh my god， 拿到了啊！哎、哦，我就知道，哇，好多敌人啊，好多精神病人啊，应该说。Oh my god，Oh my god， 等一下，等一下，不要追我，不要追我，我刚刚拿回我的东西罢了。Oh my god， 而且还有点坏掉了，关门。不用害怕的，他们开门开得很慢的，我知道。所以我并不是那么担心，我跑这边，跑这边，然后跑这边，这边跳过去，然后没有时间想了，没有时间想了，阿浪哥，不是这边，糟了，我就说了没有时间想的。我要去哪里？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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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找不到路，我找不到路，我不知道我自己找不到路，我真的找不到路哦！我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哎呦，这个状况下还要找路哦，神经病啊！这个游戏可以把你逼到啊！这边吗？没有路的，路在哪里？路呢 ？Oh my god！ 这个状况下找路哦，游戏你真的是跟我开玩笑的哦。一点都不好笑的玩笑，这个是妈妈的爷爷的。Oh my god！ 我要在这个状况下找路，先生，带一下路好吗？你知道我多想有同伴吗？为什么这边的人都是变态呢？哦、oh! ，不要打我啦，等一下啦，交个朋友嘛，大家一起吃个饭不好吗？不香吗？啊、oh? ，还在追，还在追 ，Oh my！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要打我！我找不到路哎，路在哪里哦？没有路哎，没有路，真的没有路，我走来走去都没有路的，没有的，我看上面看下面都找不到一条路可以走的，神经病哦！也没有通风口，死了啦，都找不到路。OK， 再来吧，来放马过来，一定是有某一个地方我是可以爬或者可以走的，我是没看见，对不对？让我再跑多一次，的确是没有路可以走的，关门。OK， 不用紧张，我知道的，一定是有某一个地方我可以爬还是什么的，等一下。我好像是从这一边来，哦，是不是？哦，可以爬这边的。哎呦，我好笨啊！哦，我回来这边了，安全了，现在。哎呦，我的妈！就是当你在最紧张的那一种情绪下啦，你是没有办法想到事情啊。就是一下子给那么多精神病人追，都已经觉得很恐怖、很吓人了啦，那你还想得了那么多？呵呵呵。我现在没事了，我回来了，我的东西也拿回来了，来，我回来了，回来这一边了。我刚刚是爬了上去的，所以我要爬回上来了。这一次我可以走这边了。
在行政大楼找到马丁神父。他妈的，你们知道我找了这个神父找了多久吗？我找了他好久哦，他一直跑的，找个毛哦，他都根本不想给我找到，好不好？一直躲，一直跑，什么意思哦他 ？OK， 这些门都是锁住的，我也只能走这边了。不要，不要！哎，哎呦，差一点点掉下去。神父，我真的警告你哦，我看到你了，你不要再跑了，好不好？为什么他不说话的？我要跳下去吗？我跳。啊？神父，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我卡住了吗？还是什么 ？Hello？ 哈 ？Only one way out. Only one way. 啊？可是那个神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不管了，我走了。How do you know you're not a patient? 我不知道发生的什么，应该是游戏出问题了。不用紧，不用紧。我还是可以继续的。什么声音？不要哎！来了！妈妈的，我就知道是你，所以我才说不要的。我就知道是你，我就知道是你。有地方可以躲吗？没有地方可以躲，没有地方可以躲。非常的谢谢你啊，游戏！他妈的，鸡蛋糕，鸡蛋糕游戏！嘛，鸡蛋糕你，鸡蛋糕没有地方可以躲的，鸡蛋糕，鸡蛋糕游戏，给我一个柜子，有那么难吗 ？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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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哎，有人在吗？哎，先生。今天天气不错，先生。哇哦，你不要动哦，推他下去，妈的，挡着我老子的路，你以为我跟你很熟？可以开的门 ，OK， 应该是要走这边。什么鬼呀你？你又做梦 ？OK。从娱乐室取回钥匙。娱乐室在哪里 ？Yes, coming. OK， 他告诉我钥匙在哪里了。不过他妈的娱乐室我不知道在哪里。没关系，我到处的探索一下。这里就是娱乐室了吧 ？OK， 有东西吗？有吗？没有东西啊，这一边我要下去吗？我有点害怕，下了去我可以爬回上来的吧？这个，来，这个楼梯又是去哪里的？好多路可以走哦。OK， 有一个柜子可以躲。这一道门是不能开的，这样的话我只能爬这边的。嗨，有人在吗？没有人在，非常的可惜。那个肥佬不来了，啊，真是给他追到累啊！呵呵，他从第一集就开始追我了，追到现在第四集了，妈妈的，真的是啊！好，我过来这一边了，跳下去。我也不知道我来干嘛的。哇哦！你好啊，你在玩钢琴吗？你想干嘛？看着我做梦？我看你玩钢琴不行啊。他做梦？啊？他走了。他妈的，他的钢琴不能给人看的哦。OK， 那里又是什么地方啊？有不好的预感。
怎么来的？有人在这边吗？哦，这边又有很多精神病人。OK， 准备好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放个电池先啊。OK， 刚刚那个精神病人说给我听，钥匙在什么啊？电影的后面的，还是在这里？总而言之，他是说在这个电影院的，这里看起来也是电影院呢、啊。很明显，这边有个大屏幕什么的。我能够去后面吗？可是，喂，哦，哦。各位先生好，大家看电影看得很开心哦。哇，你看这位先生开心到已经睡着了。这些柜子肯定有什么会跳出来了。Oh my god！ 开。我在干嘛 ？Oh my god！ 有人在的，对不对？哦，这里就是电影院的后面了。等一下啊，又是文件，我不是要文件啊，我要钥匙啊。开不了啊，这个门。那个钥匙应该在这一道门的后面，可是我开不了，所以我只能走上面了。又有血迹啊，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好消息啊。Hello， 有人在吗？Konnichiwa，电池谢谢。哦，妈妈爷爷的，做什么？哎，你吓我一跳，至少开那个门给我。哦，钥匙就在那边了。OK， 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过去吗？这一道门直接一脚踢它不就好咯？可是我不能那样做啊，这个男主角太弱了。OK， 所以这一道门不能开，我要找另一条路过去那个房间，非常的不好。这里是啊，啊，我可以走这边。对呀、啊，我这边可以跳过去的，希望没有人攻击我就好了。我放个电池，没电了。OK， 我感觉有人会来推我还是什么的啦。我跳，我过来了，不要攻击我，给我那个钥匙，谢谢。三楼的钥匙，谢谢。在第三层找到马丁神父。哎呦，还要找那个白痴啊！我好讨厌他，真的。妈妈的。OK， 所以现在又要回去第三层。Oh my god， 来了，来了。他看到我了吗？是肥佬吗？还是那个双胞胎？我看不到他在哪里。OK， 他在那边。哎呀，糟糕哦，是那个双胞胎啊。关门 ，OK。哎，这里是哪里来的？为什么我回来这边的？我来错地方了，我以为我走去他来的方向了，就是那个出口。
可是我来错了，你们知道吗？我赌一把吧，赌一把直接跑。这边跑了，关门。OK， 他们的反应比较迟钝的，所以不用紧了，我可以跑了。这个门不能开。Oh my god! Oh my god! 不要来好吗？来了，他来了，关门。没有来吗？他妈的，这个双胞胎，我忍，我不会死的。你做什么？你关门！哎呀呀，你这个滚蛋啊！没关系，电梯可以用吗？这个电梯需要钥匙。我的妈！我的妈！还是需要钥匙啊！来到厨房了，为什么？这里也不可能有钥匙了吧？让我看一下有没有电池什么的，看就没有啊，只能走这边。哎，这位先生，你在看风景吗？这么你好像 boss 这样的，喂。Hello， 你不是 boss 啊，你只是个神经病，非常的可惜啊。OK， 总而言之，现在我需要的是电梯的钥匙。不要管那么多先，双胞胎也没有来追我了，非常的好。我走这边，不要吓我，我只是路过罢了，我也不想进来你的房间了，你的房间好臭。为什么他们每个人都在跪着的啊？哎 ，Oh my god！ 你们一个两个做梦，神经病 ！Oh my god！ 你们在拜什么？啊？拜你爷爷啊！拜！哇！打扰了，我进来你的房间观光一下。哦，我可以走这一边。哦呦呦，差点掉下去了。OK， 我要去这里。哇，这个高度如果给人家推一下，直接死哦！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要爬过来呢？我刚刚不是经过了吗？这个房间。哎，你好，先生，我不打扰你了。OK， 哦 ，Oh my God， 做什么你们？祈祷吗 ？Hi， 我路过一下。你们在做什么呢？哦，可怜的神父，你以为你这样就会变成神吗？哦，我拿到电梯钥匙了。My Job, you alone shall escape the Talfa. This is your penultimate act of witness. The promise of the prophets was always freedom. 我可以走吗？哎，两位没穿裤子的，我可以走吗？我不可以走吗？你抢得好啊！My resurrection, and together we will be free. You are no longer in any danger. I fixed the elevator.It will take you to freedom. We will all of us be free. Now, my son. Oh.为什么你要这样对自己呢，神父？两位，我可以离开了吗？哦，哦，谢谢谢谢，拜拜。哎，原来你们是好人哦，他还开门给我离开哦，我超感动的，有没有？玩了这个游戏这么久了，我终于看到一些好人了。
哎呀，这个门不能开啊，也不能开。我感觉要结束了吧，这个游戏。现在我拿到电梯的钥匙，他说会带我到主出口。Oh my god， 又来了！妈的，话都还没有说完，肥佬就来了，真是服了你啊，肥佬！开个门，关个门，然后没有事情给你做，这个地方没有得躲的，不用紧，你进来吧，绕个圈就可以了吧？开门给他。来了，哈哈，没关系啊，你不来我也走不了啊。过来这边，你为什么要开那个门呢？过来这边，我躲，哈哈，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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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再见，再见，哦，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哪里？去你的心里，哦，去你的心里，我去到哪里了？去到哪里了？什么都看不到，爬，再爬，呜！我走了，肥佬，你太慢了，你个乌龟慢吞吞，你个乌龟慢吞吞，我走了，跑，冲啊！什么都不管了，我要去电梯。哎，再见了，肥佬，永别了，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了。Let's go， 我可以走了吗？啊？为什么这个电梯还在下去的？Oh no， 我被神父骗了，他说这个电梯会带我去出口是假的。Oh my god， 什么地方啊这个？What the flip， 我来到什么地方了？看起来像实验室。Hello， 好多死掉的人啊，都习惯了。走这边，不要告诉我这边又有新的敌人哦！哇，好多尸体啊！有什么东西可以捡起来的吗？我看就没有，钥匙之类的，看就没有了哈。我走了，这里呢？有钥匙吗？哇塞！好血腥啊，这个游戏，虽然我不说你们也看到了，真的是很血腥。 OK， 那个肥佬是不可能追到来这里了吧？如果他还出现在这里啊，我他妈的也是服了，他不可能的呀，他不应该出现在这里。诶，那边就是出口了，我走这边看看，我有不好的预感。为什么我可以走这一边的？那这一边呢？什么？鬼？哦 ！No way, no way！ 那个鬼魂来追我了。不管了，跑！跑跑跑！不要往后看，不要往后看，往后看一下，有吗？没有追我。哦！不要再主意了呀！哦，那个鬼魂在帮助我。What？ Oh my god！ 那个鬼魂为什么帮我的？哦。哦，哇哦，那个鬼魂直接把他给灭了。我真的不知道发生这什么，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现在那个肥佬也死了，这个游戏应该要结束了吧？已经没有
敌人了。哦，这一道门开了。你是谁呀？我不太想听你说废话，喂！快点说重点啊！我要怎样离开这个地方？OK， 那么他叫我去杀死那个叫比利的人。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个比利呢，就是那个鬼魂的肉体。有来过这边吗？我没有来过这边的。哇哦，这里看起来像食堂啊，非常的大。哇，这些厕所真的是、啊、太血腥了啊！哇哇哇、哦、来看一下厕所有什么？没有东西，没有东西。诶，有张照片吗？不是照片来，是相机，我都不能捡起来的，那就没有意义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捡。哇哦！哦，那个鬼魂会攻击我了。现在，关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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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果然是你啊，比利！你刚刚救了我，你现在又要杀我吗？不是吧，鬼魂！你不可以这样的呀！你救了我的呀，为什么要现在你又要这样呢？我以为我们是朋友来的。关门，我管你是鬼魂，我照关门，我不管，我被关起来了，快点开门，快点快点快点，走了，右边左边右边，这边，我要去哪里？这时候哪个文件有个屁用？关门，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在追我，开门啊，就是这里了吧？有什么我可以做的？他叫我去关掉他的生命补给，我要怎样做到？我要下去是吗 ？OK， 哪里？哦，你就是比利啊 ！Oh my god！OK，、okay, 关了吗？我应该是要打开某一样东西先吧？电池？都到这个时候了，我还需要电池吗？我觉得已经不需要了吧。这个吗 ？OK。切断子实验室，我都还没有读完那个字。Oh no! Oh no! 那鬼魂来了！哎呀！不能停下来，这边要一直跑才行。停下来我就死定了，这边。跑回去刚刚那个实验室。好，好。关门。继续的跑。不要停，不要停，跑快一点。
关门。来了，现在可以启动了吗？还是不行吗？糟了，那个鬼魂要来了。没有时间想了，没有时间想了，我要死了，我死定了啊！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这个游戏没有的给你想啊，你想你就死了。跑跑跑跑跑跑，我应该是要是来这边是吗？我好像没有来过的，上去看看。我刚刚是走错路了，走错路死定啊！这边 OK， 没有来过的，非常的明显啊！我是绝对没来过这边的，我记得的。我不关门了，应该是没有意义的。面对他，他是鬼来的呀，关门有什么毛用？不关了，跑就对了。Oh my god， 这个楼梯那么高吗？哇塞，还没有看到顶哦。跳 ，Let's go。不要害怕，不要想，不要想那么多，一直跑，一直跑，不要给他停，停了就是死定的了，记住，快点，快点，快点，开门，跑，好，来到这里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不管了，这个是吗？来了，哦，终于成功了。关闭比利的生命窗是保护。OK， 我知道了。现在我知道要去哪里，回去那个中间那边罢了。跳！哦！哎，冷静啊，比利！哦，他丢我下去！哦，要死了呀，这个这么高掉下来哦，还可以跑吗 ？OK， 跑了，还没有死，还没有死。我很硬啊，死不了啊喂，这么高掉下来还死不了。 OK， 跑跑跑跑跑，我知道要去哪里，这边来了，关，哈哈，完蛋了你比利，我还把它给拍下来了。 Oh my god，Oh my god， 还能活下来吗？哎，够了嘞，要死了嘞！哦，死了呀，这个。Oh my， 肯定死了。我真的觉得这个男主角真的好可怜啊，他。好惨哦，他的遭遇。好了吗？新的目标，出去。哦，我的脚都断了，我现在不能跑了。不用紧，我们可以活着出去的。一切都结束了，就差那么多一点点了，坚持多一会就好了。马上就要回家了，我终于可以看到妈妈了。哎，这个门开不了了，我走错路了吗？这就尴尬了呀。回到家，我又可以再次吃到妈妈煮的饭了。我又可以再次的跟我女朋友约会了，坚持多一会就好了，马上就得救了。出口就在眼前了，绝对不能现在躺下来啊，死都要走出去啊，就差那么的一点点了。这个噩梦，这一切都要结束了。
再坚持多一回就好了。No， 不能倒下来。不是吧？这个结局我看不懂，最后我是死了啊，还是我变成什么超能力者，然后把他们全部杀了？好的，那么这个 Outlast 逃生就已经结束了，完结散花了。那么还是一样，记得大大力的点个赞，点个订阅，不要再等了好吗？大大力的点下去吧，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拜拜。